在局子里塞纸条的女孩，原来是在做兼职。你怎么想起做兼职的呢？因为我下班之后闲着也闲着嘛，然后就寻思干点赚点钱对不对？想多赚一些钱呗，就是。对呀。那你觉得累吗？上两份班。我觉得还好啊，我觉得因为平时在家的话，我也是打扫卫生啥的。我来这儿的话，不也是打扫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每天的话下班之后兼职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那是不是今天从这走了之后下次就不一定会来了？下次也会来的呀，因为为了见你嘛。那下次来人家不叫你工作不给钱，你就是单独为了我来呀？对呀，因为爱没修个地理嘛，咱俩加个脸那个联系方式呗。行啊。上次我给你写的纸条你也没加我。一万。行，到时候你通过一下吧。好，跟你说，下次如果你要打扫房间的话，你可以靠我。行，打八折。行，可以。拜拜。拜拜。